逛完才社区上少，家庭啊到病透天轻松大。十二班去耍一座澳洲就无咯，不过今麦无法度出国，会等下十二班起来要透天厝，是不是你讲耍笑啊？十二班交一个头款，更想搁爱考虑考虑咧。都会区历史上上介绍的透天，就伫咧高雄嘉平啊南屯新村白沙路七巷边啊，差不多八九平一条街厝啊，一顶街楼身高价伫咧十二万到八十五万中间，十二万呢更是亲友之间的特殊交易。这里的房价大概都多少？30多万，一户三十几万就对了。对，这边的房租只有2000多块一个月。像这个二楼的话，4000块。阮这安尼，顶悬两间，下骹两间，都爱甲一间灶卡爱4000。4000，买到18万的话。系啊，嘛有像安尼30万呢。一晚就一间晚领，大庭岛的大庭社区。你只要以前的话，我们都是这个村庄没有外地，都是大城。上一代父母都死掉了，现在在的话都90多岁了，他们来的时候都20多岁啊，66年啊，第二代都是60、70岁。第二代一死掉，第三代根本都不会来住这边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在外面有发展。目前住伫遮呢，拢是经济较歹的徛户。彼村的生活嘛，适合养老，嘛未有人想要征收。光是征收200-300万，拢比厝价较贵啊咯。咱等新村就伫个家底啊，高中边啊，周边家底啊路沿线某部分的商店会当消费。林爱路某专人超市，地形达港来塞车5公里尔。虽然房价便宜，但租屋的需求有限。若要自产的话，仍以自用为主，投资为辅，才不会衍生出找不到租客的情况发生。